27日晚，曼联官方宣布 C 罗时隔12年正式回归球队，双方将签约至2023年6月。小小罗欢迎回家 ，C 罗和曼联的著名粉丝鹿晗晒出签名球衣，激动表示欢迎回家。李现、武艺、宁桓宇等也发文祝贺，愿你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鹿晗曾在采访中透露，自己从2002年开始成为曼联球迷，十年如一日支持着同一支球队。之后，鹿晗也成为了曼联俱乐部官方授予的曼联红魔使者。早在2012年，鹿晗曾发了一条转发过亿的曼联动态，十年相依，终身红魔，获得吉尼斯认可成为最多评论的博文，一日红魔，终身红魔。鹿晗对足球的热爱已经不单是对一个球队和一个明星的热爱，他已经把这种热爱转化成了公益事业，创办了自己的足球公益项目足球第一课，还捐赠了多个公益球场，让更多的孩子能享受到足球的乐趣。